灰姑娘成了妈妈，她的仙女教母为她准备了什么？观看我们的新视频来找出答案吧。我们该拿这盒破娃娃干什么呢？我们把其中一个变成怀孕的公主，破的身体再次变得完整，好神奇！用橡皮蛋做一个肚皮，勾勒出轮廓，切下来，做出开口，剪开剩余的橡胶条。选择蓝色的面料，剪一条长度合适的条，加上薄纱，在一边缝上两片，像这样做出造型。裙子准备好了，把裙子的边缘粘在一起，选择一些缎带，修剪多余的，在中间缝上，把缎带做成的上衣穿在娃娃身上，用热胶在背面固定，快准备好了。用缎带做成肩带，我们用透明的指甲油、亮粉和一些魔法把这些无聊的旧鞋变成水晶鞋。这些鞋子看起来好漂亮，就像是我的第一个舞会一样。用缎带做一个项圈，用皮筋做发带，我最喜欢的发带，这种风格真的很适合我。用丙烯颜料涂上曲头钉，把它们用作耳环。灰姑娘准备迎接她的王子，婴儿即将出生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婴儿来了。生孩子真的很神奇，我的仙女教母在哪儿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来了。哔哔滴，波哔滴，不，这是宝贝，我可爱的宝贝，你出生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漂亮的孩子，我的宝贝，我很高兴成为你的妈妈。我们用戒指做一个王冠，戴在头上。公主，这些玩具是给你的。在灰姑娘的腰上测量一条松紧带，修剪它，加上一条银色的弹性带，做出放瓶子的地方。哔哔滴，波哔滴，不！现在灰姑娘有了一条舒适的奶瓶腰带，现在我可以随时拥有所需的一切。把奶瓶固定在皮带上真方便，当宝宝饿了时，她可以很快拿到奶瓶，这真是很棒。拿出一根牙签，在顶部粘上一个塑料星星，用闪亮的指甲油涂上牙签，去除锋利的边缘。仙女教母，你的魔杖准备好了。婴儿需要喂奶椅，拿出一个娃娃桌子，哔哔滴，波哔滴，不，椅子有柔软的椅垫，我们用塑料沐浴露瓶制作喂奶椅，描下桌子，剪下来，在椅子上安装一张小桌子，我们做围兜，从布料上剪下一块，粘上袋子，把围兜围在脖子上，公主可以吃了。这是你的餐具，盘子、瓶子和勺子。我们从苹果开始，好吃。你需要食物来长大长壮，我的甜心。拿出两种颜色的碰碰片贴纸，在蓝色的碰碰片上画一个圆，剪下来，从普通的碰碰片上剪下另一个圆片。拿出扭扭棒，前下一截，从碰碰片贴纸上拿下保护层，粘上两个圆片，把扭扭棒做成弧形。宝宝喜欢它，用小铃铛装饰弧形，把一根线穿过环，用同样的方式固定上装饰刷子，好有趣！小公主喜欢玩她悬挂的玩具，用一串珠子装饰垫子的边缘，修剪一下，给真正的公主用的垫子就准备好了。我们的宝宝真的很喜欢她的学习垫儿，玩具在响、闪耀、发光，她可以玩几个小时，而且永远不会感到无聊。连我也喜欢玩这些玩具。
我们对这座古老的城堡进行改造，墙上的颜料几乎没了，用蓝色的丙烯颜料涂上装饰，给窗户上色，用丙烯颜料涂上屋顶，在上面涂上透明的指甲油，撒上亮粉。我们只需要一点魔力，整个屋顶就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，一座古老的玩具城堡变成了给小公主的童话城堡。我们让这匹旧玩具马重生，用丙烯颜料和亮粉画上缰绳，用透明的指甲油涂上蹄子，撒上亮粉。现在漂亮的马正在等待公主，加上一点魔法，马就把宝贝驮到城堡里去了。冒险开始了，宝贝，这匹马会成为你最喜欢的玩具的，这不奇怪。它看起来就像真的，而且城堡看起来也很真。拿下儿童太阳镜破的部分，选择一个车型的按钮，粘到框架上，给未来的触摸板做个基底。拿出一串珠子，剪下一截，在框架上涂上热胶，加上珠串，把亮片缎带固定到边上，婴儿可以玩触摸板几个小时。灰姑娘，我为你的小公主带来了这个礼物，我肯定她会喜欢这个触摸板的，有很多东西可以让她开心。谢谢长发公主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礼物。拿出半个塑料球，在边缘涂上透明的指甲油，用亮粉盖上指甲油，用破耳机拿掉外面的部分，用银色的丙烯颜料涂上白色的部分，把其余的部分涂成蓝色，加上一些神奇的亮粉，修剪线，把线的末端连接到浴缸上，拿出一根竹签，涂上金属丙烯颜料，把它固定到框架上，前调多余的，剪下一部分干净的吸管，在一边剪开，把它粘到棍子的顶部，用乐高小旗装饰棍子的顶部。浴缸准备好了，我们需要一些很香的泡沫，该洗澡了，温水和厚厚的泡泡，这就是我的宝宝需要的。他最喜欢的小老鼠已经准备好和肥皂泡一起玩了。现在当你玩好泡沫后，就该冲洗了，洗个热水澡总是很有趣。这是给你的柔软的毛巾，我喜欢给我的公主洗澡。拿出半个健达惊喜蛋，剪掉多余的塑料，涂上丙烯颜料，给边缘上色，把布对折，画出一个椭圆形，剪下来，在边缘留出一些余量，把填充物放在织物片之间，像这样缝上中间的部分。我们制作了有纹理的表面，剪掉多余的填充物，折叠边缘，用热胶把它在背面固定。床垫准备好了，把床垫放到床上，宝贝，你喜欢吗？拿出一个塑料弧形部件，涂上丙烯颜料，在中间放上一个披萨桌子，用热胶把它固定，粘上婴儿床，宝宝喜欢它。选择水钻缎带，剪下来，把它粘到框架的侧面，从披萨桌上剪下一块，加热锥子，在零件的一边弄个洞，在另一边涂上热胶，加上一根塑料棍，选择一个吊坠来搭配，用热胶把它粘到塑料上。宝宝喜欢它漂亮的星球，宝贝，看看这把漂亮的摇椅，你躺在里面，它会像妈妈的胳膊一样摇动你，同时你的妈妈可以放松，拥有一些个人的时间。婴儿房有小公主需要的一切，城堡，吃饭的椅子，触摸板，学习垫和浴缸。
宝贝很开心，爸妈也很高兴，这真是很棒。你最喜欢什么？魔术棒、城堡、浴缸还是触摸板？在下面发表评论，请给我们的视频点赞，请订阅拉里路并点击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新视频哦。